没有得过肿瘤类的是吗？有过一次吧，傻姑娘得过一次。然后呢？然后她自己好了。挺棒。嗯，我也觉得她挺棒的。她当时得肿瘤还坚持为孩子，可把我打感动的一塌糊涂。虽然她已经走了。然后我怕她吃多了，一天只给她吃半粒花生。你们女孩子养仓鼠就是精致。然后那一半给她提出来，因为她不好控制力量。唉。真的，我经常在网上被一堆娘子军围剿，真的把我笑死我了。就是类似你这种养法，特别精致。我当时有一堆，汉子过来怼我，发现都是一些娘子军。嗯，女孩子比较精致。对啊，哇，养仓鼠太精致了。我也是，我刘强东比真的是精致无比，到了直到他死的时候，我当时都哭了好几天。啊，狠啊！年代不同，为什么我认识的女的没有这样？哇！我靠！可以，我这怎么说？真难做饭，赶紧去找卫生纸去。我家兄干得真漂亮，他现在听不见，但是我觉得很开心。耶、兄弟，坚持住！我得拿医疗箱过来了。我马上就愈合了。坚持住！我马上就愈合了。我得拿过来了，快，我帮你抢救一下子，我回头要奖励这只熊猴挺过小鱼干的。怎么说？哎，你手没事吧？哇，不行！哎，你手没事吧？愈合了。可以啊，我的医疗箱在哪呢？你赶紧来，马上就愈合了。狠，是个狠人，是个狠人。让我想一下，刚才咱们怎么说来着？哇，还真咬你了！我家这只熊从来没咬过人。对，哇，我家熊真咬过你。我家熊从来都没咬过人，真的来到我家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鲜血。可以。仿佛你刚怀的。不是，我们刚才。对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当时台词是。什么台词？是你自己忘了，我是接那句话，好吧？好的，我忘了，行吗？好的，你不是人。啊，我吗？没有，他就。我是仙女。可以。可以。是个狠人。他可能是你陌生吧，不熟悉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放在这儿，他自己忽然咬。可是不熟悉吧？反正他，我向他替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嘻嘻嘻。是不是属于发情期？嗯，是发情期。你看不咬我，看到没有不咬我，是不是？那要不你再咬一口来，哥们。他真咬你怎么办？加我支付宝微信。可以，有点狠，害羞了。那我家熊仔，就可能是陌生气息。有没有发烧、头晕、呕吐现象？嗯。支付宝微信。别，不要讲，不要谈这两个东西。请问我是好渣吗？不是。嗯，然后我现在养仓鼠这么多年啊，让我看一下，看哈，咋了？我操！你不要对我展示这种现象，空手接鞋，你这啊，你这个人，哇，天哪，好狠！咬，啊，都抱歉，没事，不好意思。哇，真的是爱鼠人士无懈可击啊！因为小动物的牙齿都是比较锋利的，它才咬了一个洞洞，说明它牙齿磨得不起，应该给它磨牙了。你是真的狠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是真的啊！我真的佩服爱鼠人士。不信你看吗？你要拍吗？你好，你可以展示一下，我给你拍一下。给你展示一下哈，你等我哈。你有挤出了一堆血？没有挤。需要给你补个光吗？哎，可以。哇，你们是魔鬼，可以。是不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吗？哇，狠啊！这道光够亮的，不要。不是，你都挤五六次了，真的不要紧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挤的问题。真的不要紧吗？它自己就往外流了，来轻轻一挤。
吗？妖精身吗？哇！一般小老鼠咬的牙齿都是比较锋利的。魔鬼啊！好好好，别急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，不要强求自己了，真的，你的血不够就不要强求了。别急了，别急了，我知道你爱仓鼠，我知道你真的很爱仓鼠，好吧？配合您的工作。别配合我了，你一会儿挤出血，挤晕了我就再把你叫救护车了。这两只小仓鼠，哇！天哪，行吧，虽然看到你被咬这么多血了，我可以帮你养三天，但是四十四升我不确定，毕竟零下几度，这都半夜零下几度的低温，真的是人都很难受的。这种幼崽期的，我就是怕它死了。我长那么大，除了怕普通蛾子以外，就是怕死的东西了。但你这个幼崽期仓鼠真的是，这才刚出生几天啊，刚睁眼一两天啊，这太瘦小了啊。瘦小。对啊，